点洗漱，22点睡觉，23点上厕所。3、2、1，来了。莫瑶，你是怎么侦测到我的？怎么是你呢？你不睡觉出来干啥来了？看见没有，我这包已经准备好了，一会儿有事儿我拎包就走。原来都这么想的。不是，关键能有什么事儿呢？有没有事那得看命啊。有的人走走道都能把腿走折了，逃命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这话我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呢？是不是我脑子又出毛病了？那我再重新数啊。21点洗漱，22点睡觉，23点上厕所，0点应该到这儿了。3、2。哎呀，烦死了！越让你讲越好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也没睡吗？哎呀，快疯了！我快被那两个人折磨疯了，失眠太可怕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同一寝室的一个女孩，她就失眠，一到晚上她就挠墙，要么就叫全寝室的人陪她聊天。我去，一个星期下去，她没咋地，我瘦11斤呢。哎呀，你说谁失眠了？罗小西呗。关键是那个白玲珑太烦人了，整个什么金曲老歌什么大串烧，完了一首跟一首连蹦带跳的。他唱完还能睡着了吗？睡什么呀，我眼皮刚一麻的，他就嗷一响，我刚一麻的嗷一响，谁劝也不听啊，连着好几天了。完了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这生物钟全被他整乱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我刚才问你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本来我不知道自己在这儿干什么，但听你一说好像明白了。我失眠了。你走火入魔了你啊。玲珑，以后别在我背后出现，危险。有事吧你？刚才没骚扰你吧？哎呀，别扯那没用的，有正事儿啊。你有没有能让人马上睡着的招？朋友，我呢是一名生存大师，我的招啊都是让人睡不着的。那就对了，我就知道问啥你都得反着说。来，把你那些让人睡不着的拿出来。都在包里，你自己放。呀。03年，你爸买的啊？啊，这有点挺复古的，这包。得往里摸，深点。对，对，不，你这都啥呀？你摸着这俩呢，是古人用的，一个是头悬梁，一个是锥刺骨，现代人好像用不了。没伤着你吧？伤什么玩意儿？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你这儿有没有咔吧一下就让人睡觉的招？小文，你这话是正着问的还是反着问的？我也没病，我干啥反着问呢？你说话呢？谁有病啊？我说你了吗？我就反着问的，我哪知道你反着问的？那你不知道，你也不能这么说呀。不是你啥意思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动，别动。我跟你说，要按以前我这脾气上，我就刚上，以后我帮你。